请问每次打完稍微检讨一下队友就走心怎么办？学姐我玩龙打。嗯？你不是也是走心专家、嗯？我走心我就直接关游戏了。没人讨论可以讨论，讨论得赢我的。什么东西？不是哦，你那个是赖皮哦。我没有赖皮啊。你跟那个统神差不多、哦。我哪里赖皮耶？ Introducing your champion。我跟统神差不多，我也蛮希望跟他差不多的。人气差很多。啊，电竞不死鸟，我怎么可能跟他差不多呢？他比你老，你比他老。嗯、一定是他。哦。哎、欸，你跳一下。我拿我跟他比，真的是小看了他了。确实，确实。